我们目前已经介绍完眼、耳、鼻、口了，也就是视觉、听觉、平衡觉，还有嗅觉跟味觉。那只剩下皮肤觉还没讲。好，这五个感觉中的前四个感觉，你们发现有个特殊现象，以人类而言，它都集中在头部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都在头部。这个现象叫头部专化，或简称头化现象。什么意思呢？这跟演化有关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一只生物。这只生物呢，它在前进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头是最早接触到新环境的地方？所以你必须把重要的感觉器官都放在身体的前方，来侦测你要遭遇的新环境，而那个前方就演化出头。所以重要的感觉器都在头，因为头是你身体最前方。我现在讲的是动物啦，人类是因为站起来了，但即使是人类，你在往前探索的时候，你的头部还是侦测最主要的构造，所以就会演化出这个现象，重要的感觉器官都在身体的前端，那个地方就叫做头。所以你只要是身体会前进，而且是有同样的轴向的，叫做两侧对称的生物，你就演化出头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辐射对称的，像蛋糕一样的，你有时候是这边朝前，有时候这边朝前，有时候这边朝前，你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身体轴线，你就不会有明显的头。这是一个现象，跟大家讲。好，所以五大感觉中前四个会跟头化现象有关，头化现象，好吧，以上一个小过门。